Hey guys, today we are going to go to a very special school here in Luoyang. It's called Zhangpan Primary School, so it's an elementary school. Why exactly it is so special, that is what we are going to find out now. So let's go! 啊，是对面是吗？ 啊，好，谢谢。 Zhangpan Primary School.欢迎来到咱们张潘小学来做客。我们张潘小学呢，是一所典型的农村偏远学校。2017年，咱们搞女子足球，到现在有将近6年时间。但是我觉得你们现在这个组成非常的好看。原来我们这个学校这个地方呀，都是水泥场地，是两个篮球场。我这还有照片，你可以看一下。以前的这个样子。以前原来是篮球篮、篮球架、下面水泥地。现在变化比较大。 我看你们就慢慢参加的比赛越来越多，是吗？对，比赛是越来越多了。通过这种比赛，真正让孩子在这块有了真正的锻炼，体质增强了。另外，外出比赛与外面的交流多了，这也弥补了咱们农村学校孩子们的外出这种机会少的这种短板。在一个农村学校，可以说是非常少的。学校有多少人、多少孩子在这边学习？ 咱们学校现在有240多个学生，这240个，这240个有多少学生学这个足球？全部学生都在坚持的在练足球，长期在是有60多个，最大的6年级12岁，最小的6岁1年级，一入校门就开始长期的训练了。咱去感受一下吧。好。 你们好，你们都练球练了多长时间？两年。半年。三年，一年。哇，为什么一直坚持练呢？因为能和好朋友一起踢，开心。很开心。然后你们都住在这个小村里面是吧？是。一会儿可以教我一下吗？好。 Oh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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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我真不上你这个。守门员是这个里面最苦的、最累的，他们每天都是非常辛苦。每天练光练倒地需要练700次，就光练这个动作。700次。对。哇，您觉得教这个小朋友最开心的是什么？就他们可以就是上一个好学校。祝孩子们开心，孩子们身体健康。 刚开始家长就不太愿意让孩子练，是吗？对，刚开始的时候对这块还是不接受的。因为它是竞技的运动啊，必须有这种拼劲和这种争劲儿。然而，好多家长就认为女孩子就是搞一些那种音乐啊、美术呀这种高雅的东西。然而，咱觉得咱们张盘的孩子有这方面的潜质和特长，也可能通过这个足球来能弥补咱们文化课这一块的短板。 像宗佳姐这个同学，在2020年已经获得了国家的一级运动员证书。他去通过这个足球这个学习以后呀，可以帮助他圆梦他自己的大学。哇，太棒了！可以给我讲一下吗？那个是对您来说最有意义的。 这个奖杯呢是在2019年的2月份，我们去参加了内蒙古“一带一路”的国际邀请赛，去参加这个比赛是大型的比赛，是我们张帆小学第一次走出去，带着孩子坐上飞机去参加这个比赛。在这次比赛中间啊，发挥了我们农村孩子的这些特点，就是不怕苦、不怕累、永不言败这种精神，是一步一步的获得了这个冠军。哇，非常不容易，真好看。 So, like I said before, this school is very special. It is so special because in the school, boys and girls play football. In China, often it's seen that girls shouldn't do like some kind of sports. They should more do like art or music to be soft. But here they said girls should also do sport. And I think that is very important and very good because this way
the girls will be, have more self-confidence and get to know oneself better. Yes, I just think that this is a wonderful idea that they do this year. Before we go to dress up as Mulan, I would say that those girls, maybe there's some kind of connection to be like, we are girls, but we are not just sitting at home and being soft or something. We are also strong. That's great. This is something that young girls should learn. Ah.